算吧。我告诉你，真假？我可以问一下还有谁在吗？为什么吗？张震岳、王晨凯、冰冰、何谢谢你。我先谢谢我的家人，我先谢谢我妈。他早上跟我讲，他什么都要顾影幻影，然后回来骑车了。然后我早上爸爸妈妈他睡觉，他睡觉。然后每次说很晚很晚才回家，我就跟他讲，我也很早回家，六点，然后就十一点。然后我爸今天没有来，然后他反正反对我的车。然后就今天我姐来的时候，他那干嘛？你要关机，那就可以关机。然后我跟他不报给我，就自己讲的，因为都没在用，然后又删不掉。对，我还是很谢谢我爸。然后当初为什么会加入其他的事，就是谢谢我姐，她是和风吉他十五届的，对，但是她起干净。然后没有那个谢谢那个电话打一下，还有清水，还有我们学长姐，我们一路走过来，从我们被一起到我们第一个活动送出，到我们第一次上台刷，在那又冷又湿的新村，还有人吃素，然后就过了那一阵子，我们要团刷主曲。谢谢学长姐带，谢谢学长姐一起走八道，又过去带我们练团刷。没有，我以为你在。